锅子。我看看什么样的做饭的锅子呀？呀，有小锅子，有勺子，有筷子，还有蒸锅呢。哇，东西好全呀！你也想要一套啊？行，妈妈也给你买一套，好不好？噔噔噔噔，来了来喽来喽！我们打开看看，而且它还是个不锈钢的呢。你看，这是一个锅子，我看里面带了多少件呀？我们把它都拿出来先看一下。哇，里面有好多呀，是不是？差不多有好几十件呢。你看，这个是一个做小冰淇淋的一个小模具，是不是？小冰块的。这个是一个电磁炉，还有一个打蛋器，这是一个勺子和筷子，这是一个刷锅子的清洁的，这个是个小铲子，这是一个小刀子，还有一个小碗，还有一个两个蒸盘，还有这个放在锅子上面这个垫儿，还有一次性手套。哇，还有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模具，是不是？哇，还有一个小炒勺，炒菜用的小勺子，还有一个切菜的板子。哇，这里边还有擀面杖呢，是不是？还有个锅子，还有一个勺子。哇，这边还有，我天哪，这么多，这是个啥呀？这是个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个做面食的一个垫儿，是不是？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小黄鸭的围裙，还有一个盘子，还有一个小爱心的小玩儿，是不是？我的天哪，还有个这么多东西呀！哇，这个做饭这个句句备全了，这比妈妈那个还全呢。那我们开始收拾收拾，刷一刷，开始做饭好不好？